观众们，第四集的《洛森都无间道》的影片来了啦！在上一集呢，我们在雷斯特的家里面讨论着接下来的行动是什么，雷斯特就提出了一个很可疑的地方，要我们过去调查一下。结果我们发现了有很多的卫星和可疑的物件在那里啊！抢占完了之后呢，就被警察追捕了，无意中逃到了一个小岛上，结果遇上了之前带我们去搜索小富家的警察，原来他就是幕后黑手。结果就看到有一个很热烈的枪战，突然间遇上了警长，警长帮助我们逃过了这一劫，但是在船上不幸中弹身亡了。警长临死之前就给了我们一个地址，告诉我们一定要去这个地方。雷斯特看了后也决定要我们过去调查一下。那么你们想不想知道到底警长要我们去的是哪一个地方呢？那么你们现在还在等什么？赶紧在影片下方点下赞，然后订阅 FSK YouTube 频道，我们下影片正式开始哦。好了，现在呢，我已经在这个半路上了。然后呢，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呢，就是那一个警长临死之前给我们的那个地址。Oh my god， 惨了，那一个火车，哎，前面的车干嘛？喂，那车前面烂成这个样子，你可以走嘛。Oh my god， 不要紧，我们去前面拖下车先。下车啦你，哎呦，你不会驾车，你这个肥肥的安迪啊，搞什么鬼？走开，真是的，挡着我们路干嘛？好，现在我要去到那个地点。我在想，为什么警长会要我们去那个地点？难道地点是有关系到之前他们所制造的那些监控的什么东西之类吗？或者是可以拿到一些线索呢？好了，我们已经到达了，地点就在我们的左手边这一边而已，我们只要把我们的车子停放在左手边这一个空位这边应该就可以了。好的，停下来了。根据那个地址好像就在这一边不是吗？感觉好像有点奇怪哦。如果指定一点的话呢，那个地址好像显示是在前面这一边，但是我感觉好像没有门可以进去啊。奇怪，而且一个坏人也没有。哇，怎么到这个地方会不会是给错地址呢？哦，你们看这个门好像是被一个类似像密码这样子的东西给锁起来的嘞，这样子的话我应该是打不开这个门哦。不要紧，警长好像有告诉过我他很喜欢放一个很奇怪的密码，我们尝试使用这个密码看一下能不能打开这个门。咦，哇，真的可以打开哦。哦，这样子的话原来这个地方应该就是警长的，但是问题是，哇，你们看一下这个地方好像是储存武器的，是不是？这一把手枪看起来好像很强这样咧，而且你们看这边好像有极多极多那些弹夹，甚至还有那个面具。哇，这些地方是什么地方的？这是他过过里。哇，你们看这是什么？这是他特别新的加特林哎，这个加特林真是太强了啦！哇，太过够力了。如果我来使用的话呢，它的威力应该是超强了。我觉得，哎，哇，有人打电话来哦。Hello， 什么？啊，有人发现你的地方了哇 ！Oh my god！OK OK， 好，我现在赶紧回来。我等我，你等我，你等我。这是够力了，我没有想到竟然会有人发现雷斯特的地方嘞。Oh no！ 而且他是他的家的。惨了，他告诉我有两个还有三个那些很强烈的枪手在他家外面一直开枪一直开枪，而且要把他家给燃烧起来。 No， 我希望我还来得及，观众们帮个忙好不好，影片下方点下赞好不好，快点快点快点。哇，你们听到吗？我在这一边吧就可以听到有那些枪声了哦。我不要紧，我要跟着那个枪声那一个方向啊慢慢的走过去，我相信他们那边应该有拿着很强烈的武器的，我要很小心哦。是在这边附近是吗？你要先停下车先，在哪一边啊？你看来看去好像没有看到哦。哦，我知道了啦，他们真的是找到雷斯特家了，竟然已经过去他家门口外面了咯，惨了咯，他是瞄着他的家那样子开枪啊。哇，我看这样子很严重很够力耶，会不会是在这一边呢？因为前面这间家就是雷斯特家啊，我相信他们应该在前面。 Oh my god， 有这么多这些流氓被那些枪手打死的哦，要小心啊，到底那枪手在哪里？哇，我相信他应该很强了。 OK， 暂时好像没有看到任何枪手出现。哇，听到他枪声了。 Oh my god， Oh my god， 哇，你们看一下，哇，够力够力，不要紧，我想办法进去这个雷斯特家里面，应该就是这一间了。哇哟，他的家着火咯，够力。OK， 爬进来了，小心小心小心，会不会在这一边呢？好像没有看到哦，但是刚才我好像看到有一个影子跑过，应该就是那个枪手的影子来的。怎么样，他没有在这边吗？感觉应该是没有，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我就直接跑进去雷斯特家里面就可以了。哦，看到了，哇，
他在前面，他在前面，小心小心小心，开枪射他先，快点，哥 ，Oh my God， 他还是要不开枪啊 ，No， 哇，你看他的威力超强的，我的天哪、啊。Oh my god! OK， 快躲起来先，躲起来先！我没有这么容易射到他哎，我的天啊！哇，他一来就直射，我是射不停的那一种哦。而且他拿着了，这个是特加林是不是？他拿着是特加林来的。啊，快点跑先，快点跑先！哦，如果我们躲在这一边的话，应该可以吧？找个地方躲起来先，快点，快点，快点！啊，这边可以。OK， 哎呀，不可以啦，那个砖块太小个了，躲不到，躲不到。他们在哪里？他们在哪里？哎呦，快躲起来先，快躲起来先，我怕我们要过来了。啊躲在这边，这边比较安全一点哦。这边好像也是可以哦。可以啊，我看一下啊，左边、右边啊，没事没事没事。哦，看到了看到了，哇，我的天啊！哎呦，躲好来哦，快射他射他。OK， 他倒下了 ，Yes。哦呦，这边又来，哇，我的天啊，两位哦，再来射。OK， 可以再来，哇哟，不可以不行啊，我的天哦，很难啊。OK， 耶、yeah, 啊 ，OK， 两位倒了，再来 ，OK， good job。Oh my God。那这么容易打死他嘞？啊 ，OK， 可以，啊，倒下，他跑，他跑向你，正好跑去那边了。哎呦 ，OK， 倒下，哇，还有多一位啊，总共三位，哇，我的天哪、啊，快太过够力了吧？快点，你们给我死啊 ！All right， 成功，哇，不行，还没有跑过来，哇，我快点跑先喽！哎呀，我的天，不行啊，快点啦！哇，太神了，他们的武力太神了，他们这不是哪来的一些？感觉好像是超级那些枪手，还有超级枪手，我的天哪、啊！那加特林这样子一直开着不会停的嘞。你们看，我才讲半了，下去示范给你们看，哟，怕死人哦！想要从后面围攻我，没有那么容易。我现在把你给打死，哥、啊！哎呦，你要死掉之前，你还要再开那加特林射我 ！Oh my god， 我怕我子弹不够哎！哎呀，惨了，不行啊，后面来哦！哇，太好了，突然间有警察出现哎！哇，我可以躲在警车这一边先哦，这样子的话呢，让那个警察去跟这些强烈的枪手搭肩，让警察变成戴罪绵羊，哈哈哈！雷斯特，我来救你了，雷斯特你在哪里？雷斯特嘞？咦，雷斯哦，哇，你在这一边，雷斯特你没事吧？我没事，你赶紧快点带我出去。他们那些人太强了啦！没事就好。那么你听我说，现在呢，我要直接带你出去 ，OK？ 你不要向他们开枪，跟着我就是了，好不好？来，预备，三、二、一，开始！哇，在那边，哇 ，OK， 他倒下。哎，雷斯特，快点，走，我那边又来，哥、啊、，OK， 打，哎呦，我的天哪，快点 ，OK， 快点上车，雷斯特，快点。上车，雷斯特哎，雷斯特好帅哦！啊 ，OK， 我瞄着他打着 ，OK， 快点跑，哇，他叫我开枪 ，OK，Let's go， 太过勾裂了，刚才那三位枪手，哇，他身上应该是有放一些铁还是什么之类的，子弹射是不会进他身体的，而且啊，他开枪的时候，哇，那个威力西北勾裂，哎呦，我从来好像没有遇过这么强嘞。观众们，我要去调查一下，到底这三位啊枪手是从哪儿来的？不如这样吧，明天我也是发一部首播出来，然后呢，那一部首播是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三位枪手有多么的强，我们也使用这三位枪手、来帮助我们去打劫银行。如果他真的可以成功帮助我们逃脱警方的手掌心的话呢，那我告诉你们，他真的是一个很强的枪手来的。OK， 观众们，守着星期六晚上8点首播啊！雷斯特，你感觉怎么样了？刚才有没有中到子弹？没有了，我现在感觉比较好了。他们这帮人到底是谁？是怎么样知道我的住家的呢？我那时候有拍到一些照片，他们使用卫星和电脑来连接。我相信，他们有可能找到你的地方。是因为透过卫星来知道你的地点的，这样的事，要不然的话应该没有第二个可能性了。你把那些照片给我，我要深入的去调查清楚。还有那时的时候，你曾经告诉过我说小富的家已经被封起来了，不是吗？我要你现在回去看看，我相信他的房子一定有人跑进去里面，把他们来设立做成另一些东西。你一定可以找到线索了。
嗯，好吧，雷斯特，那我们在这边等我哦。我现在就回去小富的家，我要去看一下到底他家里面干什么东西。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可以拍一些照片来给你看的。OK， 你就在这边啊，不要乱跑。现在这辆卡车已经漏烟漏成这个样子了，如果还要从这边驾到去市区那边去小富的家，我不晓得还能不能支撑到那一边呢。哦哟，你们看一下烟够力哎。这里是北部嘛，小富的家是在南部那一边，中央那一边的。所以呢，如果我要去到南部那边的话，是属于市区那边的哦。哇，从这边去到市区是蛮远的路途来的嘞。哇哦，路途也蛮遥远一下嘞。啊，算了啦，没办法啦，我看我只有乘坐这样的车子，希望我能够去到那边啦。OK， 观众们保佑我啊。OK，Let's go，Let's go，Let's go。哈哈，真的是很幸运啦，终于都到达好啦。所以前面那边应该就是小富家了。来，我们先把车停放在小富家门口那边，然后慢慢进去里面。看来这边完全应该是没有人的。哇，他的家好像已经被封起来了。你看，真的哇，这边好像封了一个篱笆起来，不能够进去里面了。哇，门也被锁起来了哇。这样子的话，我门也打不开了。然后这样子的话，我应该怎么办呢？对了哦，我可以用炸弹把那门给炸爆，因为这辆卡车后面是有放炸弹的。好啦，成功，哈哈，把那炸弹贴在这一边了，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躲在那卡车后面，然后等它爆炸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进去里面了啦。好啦，可以爆炸了 ，Let's go，Let's go，moving！ 哇，听到枪声了喽，他妈好像有人在那边喽。OK， 可以，门已经被炸开了，前面有，哇 ，OK， 倒地，哇，这边又来，后面也来，哇，很多，没有想到他们真的是把这小富家给霸占了之后，在里面做一些违法的事情耶！你们看，他派出的这些是什么枪手来的？感觉这些枪手哦，好像跟刚才我们遇到那个强烈枪手没有什么分别。他们的衣服、服装哦，是稍微有一点点小部分的不一样啦。但是我觉得应该也是同样一个帮派所派过来的吧。这个小富家楼下的房间啊，哇，你们看一下，放了这么多的货哎，够力哦！哇，这边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货？够力，而且还有一位博士死在这边哦。哎呀，惨了！我看有人在射我，有人在射我了，惨哦！那个枪手在哪里啊？我找不到他嘞！哇，我一直等啊等，等了那么久，到现在没有出现了。OK， 不要紧，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直接躲在另一个地方，然后呢，等他出来的时候呢，一次过直接把他给干掉。好了，成功已经把那个枪手给打死了。所以现在我们要下到回去底下刚才那一边去看一下有什么线索的东西。我觉得这帮人很厉害耶，厉害邀请这一些科学家过来帮我们做事情哦。而且你看一下小富家呢，已经布满了很多很多那些卫星啊、机器之类的东西来连接那一个电脑。哇，又来多一次，你们看。哦哟，监控人数量。其实我很好奇，到底这个卫星哦是怎么样可以跟电脑联系起来，然后呢，怎么样弄出这些监控人呢？如果我没有错的话呢，他们应该会有一间很大间的厂，然后呢是制造这些监控人出来的。但是我要怎么样去找到那个厂呢？哎呀，惨了啦！啊，我知道了啦，看一下这个地方有没有一些地图什么之类的啊，去看一下先。如果有找到的话就够力了啦。这个是什么东西？喂，哎 ，Officer CK 的监控人版本衣服，咦，这个不是已经卖完了吗？哦，我知道了，近期好像有一位台湾的观众非常喜欢这件衣服，然后呢已经把钱寄给我了，想要给我买这一件衣服。好了，来临的这四月份呢，我会飞台湾多一次，我就特别的寄送给你吧。这个青色的盒子哦，里面全部是装着那些监控来的嘞，这么多的监控，我的天哪、啊、哇，而且还去军事基地里面去偷他们的军火。哇哟，这一帮人到底是谁来的？难道是军事基地的人？怎么可能的事？但是我看这样子的话，现场这边有几多的那些全部都是军事那边拿来的军火的哦。哇，很有可能呢。嘿啊，哇，天气热啊，游下泳也是应该的。哇哦，他这边好像有一个地图嘞，你们看这个地图标记的地点是在洛森都非常北向的地方嘞。
而且呢，他还有画上很多的标记啊和记号之类的，就说些什么啊，怎么要怎么样联系这样子的方式。咦，等一下，哦，我知道了，原来他们是使用卫星来在各个地方呢就安装了后，直接可以测试到哪一个监控啊和武器是可以安装下去在那个监控人那边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些卫星每一个都是有用的咯，都是在操控的咯。啊，我知道我应该怎么样做了，哈哈哈。我现在就是要出到外面去，在离开之前，我们要去到我们的那个人卡车那边去拿炸弹，把所有这些卫星给炸爆就可以了。哇，还有很多粒咯，来三粒、四粒、五粒，这边安装第一粒，电脑这边也顺便安装。来三粒卫星，我来有了，四粒、五粒，哇，这边有点难爬哦，跳！哎呀，哎呦，惨了，这边应该有办法能够爬上去的。六粒、七粒，还有这个是最后一个了。第八粒 ，OK， 搞定。好了，准备好了，我们现在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了。距离到这边应该就是属于安全了的。OK， 好来，我们现在可以弄它爆炸了啦。喂，爆！哇 ，Oh my god， 哇，强哦，好大声，够力，够力，够力！惨了，惨了，惨了！他们惊慌了，有人开枪！哇，快点走，快点走，离开这个地方先。Oh my god， 现在我们要回去找雷斯特了。哎呦！有人打电话来啊，我觉得这一打电话来应该是小富来的。Hello， 小富，啊，你抓到了那个警察哇！我很棒，很棒 ，good， 很好。雷斯特暂时没有在他家了，我已经把他带去一个安全地方，我现在过来找你。你给我讲你在哪里？很棒啊，我现在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然后呢，同个时间，小富也是绑架了一位警察，我们把他全部带回去了之后找雷斯特。我相信接下来就会有一些很重要的任务要我们去做了。哇，真的是很棒啊，这一次我们的任务真的是蛮顺利的嘞。小富说了，他会在这个地方等我。哟，小富真的是太厉害，找地方啊，这个地方这么偏僻也给他找到哦。哦哦OK， 我到了啦！哇，真的哦，那位警察在蹲在地上，拿着那散弹枪指着他。哇，小富真的是很厉害耶！这还要说吗？当然喽，多亏要感谢我的好朋友 Michael 来帮助我啊！哇，我以为你是一个人，没有想到你是叫你的好朋友 Michael 一起来啊！亚仙，哎，怎么你绑架他？这个是哦。这个是我的朋友来的嘞，崩碎，他也是一位警察，但是他名叫崩碎沙沙的。哎呦，你绑架他干嘛？哎呦，警察局那么多警察，你偏偏要绑不绑？绑一个笨蛋回来，崩碎错名，笨笨沙沙的。哎呀，我怎么知道你们警察局会有一个笨警察出来？真是的！而且你还把雷斯特这样超跑啊弄成这个样子，哇，玻璃镜也爆啊，枪弹中这么多，你需要吗？他只是一个笨笨傻傻警察，而且绑架他也是你跟 Michael 一起。哇，你们两个人要弄到警车中这样多子弹，然后要两个人来绑架他，这么难咩？CK， 你可以不可以先放了我啊？放了你？哎，一看你的样子就知道你要上厕所了。那边有一间厕所啊，你快点去，快点回啊！喂，快去快回，知道吗？而且不要去警察局了，警察局没有用的。啊，还有小富，我跟你讲啊，雷斯特家已经被发现了啊！啊，什么？怎么会这样子？我也不晓得，我觉得他们应该是使用卫星来发现到雷斯特的家的，所以现在呢，我已经把他安定在这个北部那边了，很安全的地方了。来，你现在跟着我车就是好了。我这辆卡车应该是蛮慢的，所以呢，他应该是跟到我的，而且呢，我还开着警笛，所以呢，应该不会失踪了吧？观众们，你们知道吗？我的 YouTube 频道还有超过78%的观众是还没有订阅的嘞。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话，赶紧在影片的下方按下订阅，还有别忘了开启小铃铛，不要错过下一部更加有趣的影片啦。好了，我们现在已经到达北部了啦，雷斯特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应该就在前面不远而已。对了啦，没错，就是这一间烂烂的屋子，而且呢这一间屋子听说好像有闹过鬼咯，但是现在是下午，所以不用这么担心啦。雷斯特，我们回来了，而且呢小富也成功绑架到警察。哎 ，Oh my god， 雷斯特嘞 ？No， 哦，惨了惨了，雷斯特被人家抓掉了。哎，等一下先。地上还有这个血迹哦，看样子这个血迹应该不会是雷斯特的吧？
惨了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雷斯特被他抓掉，怎么雷斯特一直不见掉，他们一直等我们带他，雷斯特去哪里去了？ No， 哦，我知道了， CK， 应该是你绑架雷斯特的，你的头啦，我绑架雷斯特干嘛？雷斯特是在帮助我的好不好？我现在外面被警方通缉哦，你看一下那边开枪哦，我们躲在这边先，不要让他们发现到我们这里。Oh my god， 我担心在这边北部警察又发现到我，我就够力了啦。啊，惨，怎么办？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哼，我不相信你了 ，CK， 我觉得这都是你做的。CK， 我相信你是好人，你应该不会这样子做的。啊，谢谢你，崩碎，谢谢你对我的信任。我无论讲多好，我都没有做这样子的事情。你不相信的话，我可以证明给你看。好吧，既然你说你要证明给我看，我要你去找雷斯特给我，找到我之后呢，我才相信你。好的，没问题，你们先找一个地方可以躲起来先，我下去找雷斯特就是好了。啊。我要去哪里找雷斯特嘞？哦，对哦，我忘了那时的时候，我在那个小富的家的时候呢，我好像有看到科学家，他的手上是有拿着一个地图的。对，我们就往那个地图借过去就可以了啦。很好，我应该是觉得那个地方一定有重要的事情的，可能那个地方我们就可以找到雷斯特了。Let's go！ 但是那一个地方好像北部最北向的地方嘞，如果我们乘坐这辆车过去的话，好像有点不是很适合。而且呢，这辆车后面又有很多那些武器之类的东西，我觉得我应该要把这辆车给烧掉哈。OK， 好了，着火了，哦，碎 ，OK。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可以找另外两车子来乘坐之后呢，就去到那个北部那边。Let's go！ 哇，这很幸运，忽然间找到这辆车子。OK， 现在直接啊，不要停下来了，直接前往到达那个北向的地方是啊，没有这么多时间了，我要证明给小夫看，这个事情不是我做了。观众们，你们也是相信我所说的话是不是？如果你们相信的话呢，想要给我一个赞好不好？给我影片下方多多的赞，快点点下去，当做你是给我一个信任 ，OK？哇哦，你们看，我果然不是开玩笑了嘞！我觉得为什么这个地方会着火着那么够力啊？到底是什么原因之下会导致这个样子的？会不会是因为我把小富家炸爆之后呢，结果就导致这样子？哇，你们看一下里面还有一些博士身上着着火跑来跑去耶！哇，那火势真的是烧到太严重了吧？这边门好像是锁着不能够进去里面的哦，而且这边也不能够进去，太过远了。没事，我先等那个火势呢燃烧到一阵子先，他应该等下他的火势就会退了的。哇！地上还有很多那一些死掉的尸体，而且还被火势燃烧到焦掉哦。OK， 看一下那火势开始燃烧到旁边来了。OK， 来，我们可以走过去啊。我看从那边跳过去的话应该可以吧？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要不然我们就爬到上面去，上面应该可以爬吧？抓紧，我们试看一下，预备，三、二、一，我们跳过去还是这样？对啊，用爬会比较好一点。嘿，OK， 成功，哈哈 ，Yes， Oh my God， 你们看一下那博士。好可怜了，喂，那火势来了啊，火势，我要跳下去哦，OK， 成功 ，Oh my God， 你们看这只够力哦，超多那些博士全部死在那陆地那边，而且那些博士的惨叫声好可怜呐、啊，哎，博士你在干嘛 ？Oh my God， 他们应该不理会我，我觉得，抓紧，我要拯救这些博士，我不要让他们死到这么可怜，如果他们在燃烧这身体的话呢，我就直接绝掉他的生命就可以了，我解决掉你吧，不用怕，嘿，再来 ，OK。好了，死掉了。这博士，对不起啦，你们都是被利用的，懂不懂？他们现在制造这一些，全部是监控，你们不应该跟他们制造吗？现在你看他们人球跑到一个都没有，剩下你们在这一边，你们就被火燃烧，好可怜哦。对不起啊，再见啦，还没有死。哇 ，OK， 死了，还有这一位，好可怜哦。OK， 搞定，对不起啦，这边应该是他们的会议室来的，让我看。哦，哇，够力，你看一下，整个烂成这个样子哎。哇，还有很多博士死在里面。Oh no！ 是我们今天的任务是要去找出雷斯特在哪里，快点！咦 ？Oh my god！ 雷斯特，你没事吧？CK， 救我出去，快点！很辛苦啊，这边的烟。可以，你再撑一下，我现在马上拯救你。这边有个门，快点把它打开。哎呦，惨了，不能够打开这门，怎么办？哎呦，我的天，踢开了它。
打开这个门哟 ！Oh my god， 不能够开啊这个门！惨了惨了惨了，该怎么办呢？现在我们去找钥匙啊，看一下钥匙在哪里。钥匙钥匙哟，这边有没有钥匙？惨了，怎么办？整个实验室那么大，我要去哪里找钥匙哦 ？Oh my god， 这边好像是最底层哎，不晓得这边能不能找到钥匙呢？喂，这位博士，不要乱跑，过来先，我有事要问你。楼上有一个人已经被打 ，Oh my god， 那边好像……哦，等一下，你们看到什么东西？哇，一大堆监控人来了，惨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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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 快点快把我们给打下来 ！Oh my god， 怎么那么多的监控人？走开走开 ！Oh my god， no， 不，快点快点！惨了惨了，这次我死定了 ！No no no， 哎呀，惨了惨了惨了，快点跑快点跑！原来他们把那些监控人已经制造好了，放在底层这边，要我过来这一边，然后呢就趁机会把那个监控人给启动起来，来对付我，是不是 ？Oh my god， 快点快点快点，躲先躲在一边先躲在一边先，我知道那监控人底下会上来的。嘿哟，快点，给你死啊 ！OK OK， 成功成功成功 ！Oh my god， 惨了，我不够子弹了啦，没有子弹了。我完全没有子弹了 ，OK， 不要紧不要紧，我躲在这一边 ，Good，OK，、okay. Oh my god， 他把那玻璃给射爆了嘞，这样子的话怎么办？哦，他们好像去到对面了嘞 ，OK， 不要紧不要紧，他去到对面了啊，这样子的话还好像会学习人类的那个作风了，他看到我躲在这边还是躲那一边，是不是？而且我看啊，这边好像有三粒手榴弹。OK， 我知道怎么做好了，用这样子的方法，这样丢过去就可以了。一粒 ，OK， 哎呦，丢不中，再第二粒 ，OK， 成功了，成功了。第三粒，吼吼 ，OK， 快点，快点跑过去，快点跑过去，他着火，着火 ，Yes， Yes， Yes， 快点。哎，还有另外一位呢，哎，哦，一只已经死了嘛，还没有死，哦，啊 ，OK， 成功，呵，给你死啊，飙起来，快点，他去，他给他死，哦哟，我的天哪，没有这么容易啊，死了吗？死了吗？OK， 死掉了，终于成功了。OK， 快点，快快，这边打打。我们剩下三粒、三十粒子弹罢了，没有这么多。哦哟，我的天哪 ！OK，Yes， 啊，再来，再来，再来，还没有死，还应该不会死，还应该不会死的，我就知道。Oh my God，No， 不可以了，不可以躲在这边了，快点跑喽！哇，我们跑回去，刚才我们底下那边那个底下的地方会比较安全一点，或者是底下这边好像是有一些控制盘，是不是？啊，我想到了，他们毕竟都是机器人嘛，对不对？那么我们就用那个控制盘来控制他，让他自己本身呢自灭，这样子的话应该就可以了，对不对 ？OK， 来，快点，这边有那么多那些按钮啊，还有机器的东西，有惨，我不是很厉害嘞。不要紧，不要紧，我至少学过怎么样去打那些 command 的。OK， 来，我们就使用一些指令吧，用指令来操作它。OK， 来。把它们自动燃烧起来，在15秒内 ，OK， 来，快点，快点，快点！Yes， 我听到他们的喊叫声了，我觉得应该是成功了。Yes， 哇，碎碎碎，成功了，成功了！快点，快点，燃烧他们自己本身，这可能需要到一点时间。然后过后呢，他们那个火势慢慢燃烧进去他身体里面，那些机器啊，那些电线什么直接在他身体里面就会烂掉，慢慢被那火燃烧到烂掉之后呢，他整个监控人居然没有操作，居然倒在地上了啦。你看之前有些人倒在地上，这个还在跑，还在跑，啊！不要紧，把他射死他先。还没有死吗？快点死 ！OK， 下最后一颗弹夹，再来！去死吧你，监控人！下这一个最后的弹夹，他会死。来，死吧！OK， 哦，终于搞定了！哇哦，原来这一些监控是这么难杀的哦！我的天哪，不容易哦 ！OK， 那么现在呢，我们成功把很多很多的这一些监控全部给杀掉了。目前来，我要去找谁？哦，是是是，雷斯特，雷斯特，我忘记哦。OK， 快点去找雷斯特先。雷斯特只是在楼上这一楼吧？快点，快点，这个时候有机会拯救他。哎 ，Oh my God！走
让门打开了。惨了 ，no， 咦，雷斯特嘞？雷斯特自己本身逃跑还是怎样？还是被人家抓走了？我觉得他应该是成功逃跑了吧？呀，等我等这么久，等到等不到了，还以为我已经死掉，还逃出去了。真的不晓得到底他是不是逃出去了嘞？观众们，你们觉得他是不是逃出去了？如果是觉得他逃出去的话呢，打下一号；如果不是的话呢，打下二号，好不好？让我知道一下 ，please。有没有看到雷斯特的踪影 ？Oh my god！ 前面发生什么事情？哎呦，那么多辆车子爆炸，惨了喽！不要跟我讲有一件很大件的东西就要再发生，不会吧 ？Oh my god！ No！ 你们看一下，前面好像有一个很大很大体格的这个监控呢，跑向我这边过来耶 ！Oh my goodness！ 为什么会这样子的？哇，我的天哪、啊！我这么辛苦从里面走出来，打死了这么多的监控人，现在给我一个这么大只的监控人，我要怎么样去打啊，观众们 ？Oh no！ 好的，各位观众们，感谢你们各位的观赏，记得还没有订阅 PSKGD 频道，记得底下订阅哦。我们在下一部影片再见了，各位，拜拜。梦碎是吗？你认识 CK 有多久了？我认识他已经有15年了。15年？那么你应该了解他了。你认为他会是那种背叛者吗？我觉得他不会的。我相信他，他不会害人，他只会背别人害而已。好，我再相信他一次。但是我还是要看到雷斯特的出现，不然我是不会靠近他的。你要带我去哪里啊？叫支援啊！要不然你以为什么？带你去当兵吗？